有点紧张，因为学姐是很漂亮。好可爱哦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太可爱。就是很开心跟她练习，跟她表演。要小九这种很多人喜欢，可可爱的男生。你们走位有撞到过或者没有很顺的时候吗？在我们排练过程中，最令人难受的不是走位，而是，我们跟学姐的互动还不够多。我发现创造营的舞台不仅学员要闯关，我们老师每一次公演也要闯关。看到我手中的这几张卡吗？这几张叫夸夸卡。哦。静怡。你想让哪位老师来接受这个任务？我的团员，你们想让哪位老师来点评你们？不如叫龚俊吧。龚俊，龚俊，龚俊。别。好，我们选好了，我们选择龚俊老师。请在这里面抽一张。啊？什么？龚俊老师，笑我干嘛？你要坚强啊！请用唱歌的方式，夸赞本组表演。你可以求助于周深老师。哎，对，周深老师，我觉得爱你芜湖不错。我好喜欢你芜湖。爱你芜湖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喜欢你的糊涂，任性耍酷，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。哇哦！龚俊，明年来这儿吧。好，我明年来进修。啊，明年女生季。哦，明年女生啊，后年后年。还好正好一年时间可以练习一下。